好，主观众，我们目前人在立法院的外面这边哦，会在这边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除了从我后方可以看到已经有一排诸位警就已经站在这里的门口之外呢，我们顺着镜头往旁边一看好了，好不好？我们往旁边这边来看到，我们后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年轻人，就是来到立法院这边，他们想要表达他们的一些心声的部分哦。这个部分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认为说，他们对于今天的议事的攻防有一些的看法，那最主要是往中下台，赶快转台，赶快转台，好，可以赶快转台，好，可以听到呢。目前的学生针对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的想法想要表达，最主要呢就是因为今天是517国会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目前呢，他们是针对这边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呢，我们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基本上就是才来到这边采访，基本上我们到这边来讲还并没有特别表达说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这里的事情，所以。昨天晚上在立法院外面采访的一个状况，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意外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连线大约不到30秒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听到有民众是对着我们这边呢不断的去喊滚啊之类的这种谩骂的声音。那其实我知道说现场大概基本上就是一位、两位、三位在带头在喊，他们率先喊，不过呢，很快的整个群众都加入了，因此在立法院外面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个谩骂的声音是非常的大的。那但是我们过往采访所谓的陈抗活动这件事情上面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并不会太过罕见，所以当下对我来讲，我基本上就是先专注在所谓新闻工作的连线以及采访的上面哦。但是直到后来啊，有一位民众就突然冲到了我们镜头前面这边来，对我们来比中指。那当下我就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因为你直接跑到我们这边来，那等于你今天很干预到我们的新闻工作采访了，所以说后来其实很快的我们也终止了现场的一个 live 的连线。那不过在想，毕竟我们还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啦，那这个自由其实包含了我新闻工作采访的自由以及陈抗民众表达意见的自由，但是以昨天的这样的情况来看，是比了终止，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有点越线，有点超过了啦。那假设未来还有机会再遇到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彼此的尊重，因为这也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最可贵的一个价值。
感的胶原蛋白生态，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打造有感每一天。小包装好携带，成分天然零添加，无西药，不含重金属，安心食用。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心动了吗？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